我是同工汉威，还有金君。我是同工汉威和景君。我们是树人牧师和佩林师母的门徒。我们是树人牧师佩林师母的门徒。我们从新加坡搬来香港已经六年多了。我们由新加坡搬来香港已经六年多了。还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还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踏进新加坡 GK61。我们第一次踏足新加坡 GK611。就觉得这间教会很温馨，觉得这间教会很温馨，很有家的感觉，很有家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决定留下来，所以我们就决定留下来，成为 GK 陈牧师师母的门徒，成为 GK 陈牧师师母的门徒。一年之后，一年之后，我们的母堂吉隆坡 GA61 Esther 牧师呼召我们成为同工，我们的母堂吉隆坡母堂GA611 Esther 牧师呼召我们成为同工。我们在 GK 八年的时间过得很充实又忙碌，我们在 GK 八年的时间很充实也很忙碌。我在敬拜队还有青少牧区服事，我在敬拜队和青少的牧区服事。汉威就负责装备中心还有职青牧区，汉威就负责装备中心和职青牧区。中间又生了两个白白胖胖的小孩，中间我们生了白白肥肥白白的两个小朋友，感觉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感觉 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们和陈牧师师母的关系很好，我们和陈牧师师母的关系很好，但也有很多地方是需要突破，但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突破。同时我们的母堂 GA 的 Esther 牧师和 Amos 牧师也很关心我们，同时我们母堂 GA 的 Esther 和 Amos 牧师都很关心我们，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我记得最高纪录有一年我回母堂 GA 浸泡了五次，我记得最高纪录我竟然回了去母堂一年之内浸泡了五次。我在 GA 被服侍深切医治释放，我在 GA 被服侍深切医治释放，我在 GA 第一次十分钟讲道，我在 GA 第一次十分钟讲道，第一次走道，第一次走道，还有 GA 的网络会议还有青年营会等等，还有网络会议、青年营会等等，有很多的黄金记忆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黄金记忆球在当中。到了2018年，我和金君的婚姻面临了空前的挑战，到了2018年，我和金君的婚姻面临空前的挑战。 GK 的陈牧师师母建议我们不如回 GA 休息浸泡一下， GK 的陈牧师师母建议我们不如回母堂 GA 休息一下，等我们生命恢复了，婚姻恢复了，再回来服侍。等我们的婚姻恢复了，生命恢复了，再回来服侍。但其实在这个时候 GK 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危机，但是那个时候 GK 是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有一些的核心领袖组长传道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离开了教会，有一些核心的领袖传道族长同时在那个时间离开，加上他们的组员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人离开了 GK， 加上他们的组员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人离开 GK。这个时候我和金军在被送走，这个时候我们我和金军在被送走。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不明白的就私下议论纷纷，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不明白，所以就私下的议论纷纷，不知道教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大家都走了，现在金军汉威也要走，不知道教会究竟发生什么事，现在连汉威和金军都要走了。陈牧师师母当时为了保护我们，陈牧师师母当时为了保护我们，他并没有跟大家解释我们要离开 GK 真正的原因，并没有跟大家解释我们离开 GK 的真正原因，默默承受了很多的流言蜚语，默默承受了很多的流言蜚语，直到一年半以后我们决定留在香港做同工，直到一年半之后我们决定留在香港做同工，我们回了一趟新加坡做见证，我们回了一趟 GK 做见证，事情才真相大白，事情才真相大白。而 GA 的 Esther Amos 牧师知道我们的婚姻是问题是因为汉威有同性恋的关系，而 GA 的 Esther 和 Amos 牧师知道我们婚姻是因为汉威有同性恋的问题，而且他们非常看重我们的生命，而且非常看重我们的生命，所以因此就决定跟祖母堂香港六一申请让我们夫妻直接来这里浸泡修复婚姻，所以就决定我们跟祖母堂的香港六一一去申请我们干脆直接来这里，于是我们就来到香港直到今天，就是于是我们来到香港直到今天。
我记得当我们刚来到香港的时候，我记得咧，当我哋当啱啱嚟到香港嘅时候，牧师师母贴心牧师看到我，牧师师母贴心牧师睇到我，他就说：哇，你终于来了，等你很久了。佢就话咧：哇，你终于嚟啦，等你好耐啦。建圣妙妙牧师一看到我就约我去吃饭，建圣妙妙牧师一睇到我咧就要约我去食饭。他说：你要入小组、入学房，你生活要有个重心。他说你要入学房入小组，你生活要有一个中心。原来我们来香港这件事情是经过策展会议讨论通过的。原来我们回来香港这件事是经过策展的会议通过的。我身为一个孙堂的童工，我身为一个孙堂的童工，生命出了问题，生命出了问题，竟然三代的牧者 GK GA 还有香港如此的看重我们，竟然三代的牧者 GAGK 香港都这么看重，不惜付上极大的代价来帮助我们，不惜一切的代价去帮助我们。上个礼拜新马牧者退休，上个礼拜新马牧者退休，我已经六年没有踏进 GA 的会堂，我已经六年没有踏入去 GA 的会堂，金军是十一年没有回 GA 了，金军是已经十一年没有回去 GA 了，有好多过往的回忆都显现出来，好多过往的回忆都显现出来。我非常感谢神给我们机会来参加这次的新马退休，我非常的感激神咧，俾我哋呢次嘅机会翻嚟新马同牧者退休。这是一个感恩之旅，这个是一个感恩之旅。我们有机会能够公开的来感谢三代的牧者包围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机会可以公开的感谢三代牧者同心的包围我们的生命，在三层的珍珠母棒的爱和牧养之下，在三层珍珠母婆的爱和牧养底下，让我们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在生命树下跟大家分享感恩，让我们今天还可以站在生命树下跟大家分享这个感恩。没有这三代的六一一，这个三代的六一一，我可能到今天根本都不想信主了，如果没有他，我根本连信主都不可以再信下去了。这次我们有一个看见，今次我们有一个看见，原来 GK 陈牧师师母是我们的属灵父母，原来 GK 的陈牧师师母是我们的属灵父母， GA 的 Esther Amos 牧师也是我们的属灵父母， GA 的 Esther Amos 牧师也是我们的属灵父母，香港的张牧师师母也是我们属灵父母，香港的张牧师师母也是我们的属灵父母，他不是祖父母，不是曾祖父母，他们不是祖父母或者曾祖父母，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有直接而且真实的关系，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有很真实的关系，我们直接被三代牧者包围牧养，我们直接被三代的牧者包围和牧养，让我们学习到爱与信任，让我们学习到爱与信任，这是神的恩典，这个是神的恩典。从新加坡来到香港，由新加坡来到香港，对我们而言是渴慕也是倒空， 对我们来说是渴慕也是倒空，从人生的低谷，从人生的低谷，经过三代母棒的包裹，经过三代母棒的包裹，今天再重新站立，今天再重新的站立，感谢神，感谢神，原来神是要把这个新酒量给我们，原来神是要将这个新酒量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的再更新，继续装载新酒，要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更新，继续装载新酒。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再次谢谢我们的阿爸父，再次多谢我们的阿爸父。